这个，我看一下，调一下画面。对，我们要支持台湾厂商，所以帮忙推广一下。对，它就是一个像素风格的战棋游戏，因为我小玩了一下，重新开始好了。它就是一个像素风格的战棋游戏。说这游戏，我听他们讲，好像14号要上 Steam 吧？这是 Steam 的游戏啊 ，Steam 的游戏。阿虎是你的死。阿虎。它就是一个战棋。五人移动。不能先打别人，要打抓被抓的。对，所以说他就是有人抓住你的时候，有人被抓住的时候，你要先把他干掉。你看，说他要抓你，抓你的抓。游戏表情符号惊讶，这样也能氪金。那什么啊，你被抓住的情况下他是不会撩血，你可以直接砍他。这是像素风的啊，现在流行这种 像素风啊。北市的地图。除所有活尸，这是什么游戏呢？这个叫活尸战棋。昨天然后他们在讲了活尸战棋，这是台湾那什么啊？台湾厂商做的，推开。手游吗？不是，是Steam的游戏，单机的。这应该不是手游吧？这应该是单机游戏吧？应该是 Steam 的。卖多少？目前价格还没出来，我刚好去 Steam 看，可是我没看到卖多少钱。普通画面看起来有点像 Zombies Life。对，这个他巴哈有这个文章啊，单机啊，因为他是标单机啊。对啊，他巴哈里面有这个文章啊，他标单机，单机游戏。所以应该不是什么手游啊，对，因为他现在就是这个是试玩版嘛，他现在就是试玩版了。可是他就跟那个《生活小用路困难》一样，对你脚挂就永久死亡。活尸战棋不如玩手游《阴尸路》《无人之境》《Walking Dead》《No Man's Land》，不过不知道有没有 H 五了，现在免费。现在免费啊，他现在是试玩版啊，对吧、啊？这是试玩版的、
说他14号会上吧，我听他们讲14号会上。嗯，也不对，切错了这个。吃食物会饿肚子，会少一滴血。给国家一点机会。对啊，我们。饥饿，我们帮忙一下他那个、啊、国产厂商，各位介绍一下，永久死亡不会重生。主角被僵尸咬了之后没死，突然尺寸饿，能力大增。什么个医生北市那个饥饿没有说死亡，地图下一个关卡。好，可以吸引诱。老街、嗯、不行，这么只去老街。我知道板上很多人看得懂。新同伴加入，散弹枪哦，远，我靠，这个高级的战旗还有散弹枪。摩斯放屋内，冲啊！我喊，哎、欸，打了会有黑蹦，这也太惨了吧！对，哦呦，威猛！这样打不怕误伤自己人、欸、为什么我点不到那个，还是下面箱子是假的，看着不像啊。对不对，之后凶着玩，那个是在屋顶吗？屋顶，这套上不去。这是什么游戏？活尸战旗。哇，又来！那是游戏前几个房子屋顶上的僵尸。可以打、啊，但是可以打、啊。还是打得到、啊。那个亮亮的不知道什么东西。这样也能打？对啊，我打可以嘛，对不对？那这前景做好看的，对啊，还是可以打、啊、只是我刚没点到，我刚是没点到，我刚是没点到。漂亮，挺好。对，被抓，被抓，给你抓，给你抓。我看你给他没目标，想说他是在屋顶上，结果还是能打。
没电，没电的无线无线电吧？这个这个字有错啊。嗯。无伤奖励。还可以不保存进度哦，是我要给他一个食物，变现，无威牙，给他一个食物，其他的，哎、欸，为什么还有个多一个 BC， 先不给嘞，好像个坏人，不给，独角饿肚子好了。被猪叫饿肚子，当个坏人。哦，哇，这么多！世纪末当然是要用肉换肉。推出优势的地形。斜角攻击。拳头击退，仓库翻，感觉像是这样啊。材料，这应该往后退才对。
应该一开始往后，所以说摊一下材料来的，就是没摊材料。要贪心一下，就是一边退都一边去打箱子。啊，一人吃一个。我这应该是要让他们饿肚子之后那什么啊？收集100个僵尸币，可以换王者之剑。王者。先救人，微亮，那微亮会不会饿死啊？搜索全部房间物品，干啊！刷食物材料之类的，有可能哦。哎呀，酱油厨师，看起来做得还不差啦，这是推不动。墙壁上的纸有看了吗？可以看吗？等一下，没看。这跟床的物品带，它外围有反白，应该可以点。哎呀，原来这可以，真的可以点。这是魔。所以我要去拿个东西，赶快。可能他也没回合限制吧。原来不能当饰品，但可以搬走家具。好慢哦，这先不要开嘞，等我人到之后我再开。偷啊！可以可以可以，好偷东西的地方。可能他也没有规定说要几回合才结束，因为没东西。他是走三格的尤利亚。走三格尤利。开门，哎，没东西，都有血。加油站。安眠药。漂移上去物件看看会不会反白反黑。
没食物啊，要饿死啊！没食物的地方，这个啊，这是真的是要有点策略性，不然要饿死了。两个针先给一滴血的人啊，先都不给好了，先都不给。有安眠药就表示可能有 H 场景。这什么哥？哇，这个太惨了！微量，这可不可以可能要重复打？而且好多哦，都炸弹，爆炸的。我觉得，果然跟我想的一样。直接把 A 他就不 A 到爆炸。人吃人的剧情可能就快出现了。才吃人是怎样？我操！快出现！因为食物不足啊。哇，他会射到自己人。告诉自己啊，可我死人了。尤莉亚还在慢吞吞的收集食材。重返回合。抓三只，我被抓三只，我怎么打？这样我是抓不了。
全部开。这样我很，这关要重打啦。男女选一只吗？应该不用选。尤利亚攻击力太低了，他有特殊技能可用途吗？哇，又死了。那不行啊，重新挑战。可是这炸弹好难打哦。史莱姆关，慢慢清。史莱姆关。符号微笑底线。好像不行，这样还是没炸到。只炸到一只太飞了。对啊。往上回，重置本回合。靠，还要走出去。这样就可以安然过关了吧？哎
一个分瓜，哎，我砍。那个箱子没打到而已，这个太穷了吧？这关卡有点穷啊，关卡有点穷，一顿饿死啊！都给我一点点食物，四个而已。地上的星星亮点有东西吗？好像有。可是刚没有踩，回二十啊，这怎么玩？对啊，已完成的丰富分啊，车站呢也是少量啊，试玩版结束了，所以试玩版只有到那个。到那一关而已。